河池对战日本 M 大师比赛开始了。昨天晚上老二被 M 大师欺负了是吧？今天晚上老二来复仇了。赢五输二啊，赢五输二。上来就要一挑三吗？有这么难打吗？二哥呀，来看一下河池这边武器克隆来打日本 M 大师的首发草剃精啊！草剃精现在是战斗欲望非常强烈啊，又是下盘摸奖了。那老二的克隆起身凹成龙了，非要逼我动图啊！180大闪电斜阳，老二被一挑三，你感谢。因为比赛都是每天晚上8点钟开始的，所以说你要想看直播的朋友啊，每天晚上8点来，好吧？来早了我也不开啊。继续开始啊。河池的首发七加射，中间是八神，手底是科隆。好的，看来这一把老二支棱起来了。草剃精只要被他解决掉了，那么好说了啊，开了一个好头啊。二哥，不然回去打麻将吧。食物现在已经不适合你了，是不是？这不就挺好的吗？干就完了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老二啊，加油！哎，这升龙堵的堵了个寂寞，又被对方切反带走，梦开冲崩了。八神这里单发 BC 开了。哎呀，又被对方夹了个大海的味道。嚯！只剩下一个科隆了，老二，你是有这个实力的啊！二哥，加油，二哥！老二说：“我也想赢，但是这家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，你想赢就能赢的，对不对？”靠，80没了。好了，双方都是同样的角色了，这里比拼的就是心态了，还有基本功了。和谁的角落地优势，哎呦，这个中段台被对方起身凹成龙了，现在继续进攻和池，血量上来说对方比他只多了一丝血，但是和池比他多了一颗技，好，优势来了，能够压住对方的节奏。哇，又是失误断连了，关键时刻老二不要掉链子。好的，进攻拱起来，这个时候就不要想太多，
不要后撤啊，就一口气狂压狂过，拿出打两千那个劲儿来。何池现在优势已经建立起来了，对面还在做一个顽强的抵抗，日本人开始发抢击，何池也想要脚但是不行，那对面被他打坑带走他。哇哦，给老二刷个赞，兄弟们开个预言啊，可以压了兄弟们啊，可以压了啊。何池是没有选择讨铁晶的，看来他对讨铁晶这个角色 是不太感冒啊。讨铁晶的操作难度啊，相比较其他社来而言还是多了一点。其他社现在血量比小讨优势啊，已经被对方反超了。前冲 ESK 羊打完之后，老二危险，还要敢赌吗？对方前脚轻腿呀，乌鸦下清泉解决了其他社疲于奔命啊，猜错了又猜错了。来看白衣八神对着黑衣的讨铁晶，这对拳皇的经典的招牌的 CP。 哎，来，我操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确反的机会，哎呀，好在这里谢峰解决了跑题经了。白衣八神对战这个长腿的师娘啊，师娘这大长腿你们喜欢吗？朋友们加油！现在比赛来到了何池的八神被对方打成了筛子了。来看一下他的大将，老二的武器克隆是他的大将，对面只剩下了两管血啊！现在 M 大师求我了，你看。打的不是那么冲了，对何池而言怎么能突破对方的防守呢？找到对方的破绽，角落里开始进攻，何池抬他下班，好的，这一波一定不要断啊，不要断，哎，开枪枪决他，一枪射出，对面直接就丢了，方来到大将战啊，翻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对面的克隆，两颗气，何池一气克隆又被对方调住，好在对方这个确认成失败了。老二现在跟他打的也是势同水火，角落里的博弈再次展开，敢跳吗？压他 M 大师就想骗何池跳压他，老二这里又被压角落里怎么办？咦，为什么要凹这个升龙？打他打他在何池的这个打法里面啊，没有后退啊。看到了长腿师娘了啊，气压社表示很欢喜，但是师娘完全不给他这个面子，上来就是一套猎物脚。长腿师娘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，对不对？气压社百万大神争气，前冲怎么打？逆向压制，这一波 M 大师自己猜错了，猜错了那就挨砸呀。他
猜错了就要付出代价的，对不对？来看师娘能不能赢了，何池还在理会他。这里师娘的血量跟何池的加射血量很接近了，前冲头大海的味道。八神表示我也想品尝一下，来看看白衣八神凉气啊，对面凉气的师娘带走喽，带走喽。优势在何池这边，加油老二，二比二平，是不是就在这一把了？八神现在血量还是带有一个微弱的优势，那现在对于何池而言，八神庵现在不要着急，不要忘记，好，这刚说命中，不要再发波了，这个具体发波是挨揍的呀。加油老二，老二现在八神庵面对是日本 M 大师，哦哎，稳住，说稳住了，本下机这是打了个寂寞呀。那现在继续来看现在对局，来对何池的克隆对战 M 大师的克隆，谁能笑到最后呢？朋友们，五一大战，不要乱凹了啊，这次求稳吧。哎，对了嘛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面，对面马上两颗气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何池，真的牛批，给老二刷个赞。